就算遇到啲咩事都要做嘢噶嘛，咁工作唔會影響到。咁同埋何況其實而家其實我哋即係我同女朋友嘅關係上面係鬧交啦，咁希望可以解決得到咯，大家可以俾一個時間或者空間俾我哋去處理我哋自己嘅問題咁樣咯。係咪要啲慢？冷戰咗幾日咯，係啊，咁我相信每一對情侶其實都有發生過呢啲咁嘅事。咁因為工作太忙，係啊，即係近排其實我自己比較工作比較忙嘅，同埋會有一啲音樂會啊、自己歌曲嘅準備啊，咁所以其實喺工作上嘅時間比較多，即係陪屋企人啊，依份。朋友或者陪佢的時間都冇乜嘅，咁我相信之後會有一個更加好的安排去俾到我哋兩位嘅，係啊。咁朋友嘅出咗去之後咧，咁你哋有冇電話溝通啊，或者有文字上面溝通過咯？係啊。做咩要咁夾？我要文字。因為點解要文字啊？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喜歡文字的人嚟嘅，但係冇諗過即係可能共享咁大。其實是的，即係某程度上，我覺得是大家將呢件事睇得太大嘅。因為每一個紛爭，我想每一對情侶都會有發生。只不過我哋是 artist 就會被人哋放大咗呢件事，我覺得我明白作為工作物就會咁樣俾人討論，但係我都希望大家可以俾翻多啲空間，無論我哋每一個 artist 同自己屋企人啊、朋友相處啊，其實都真係需要空間。大家可以繼續去 support 我哋啦、支持我哋啦，咁但係一啲私人上面嘅事，咁就留多啲時間俾我哋處理，唔好去多加一啲評論，因為你。一些關係其實就是兩個人就會知道就最清楚外界的揣測未必是最正確的。擔不擔心？有沒有信心要挽回這段感情？因為始終都是五年。是啊，即五年多對我來說其實都真的，即我本身有一個很重視和珍惜的人來的，所以我都希望是可以這段感情去發展。我覺得真心最重要，即係每一個人做事所有方法都不同嘅，咁但係最重要是即係大家做任何嘢都係真心去做。係啊，有啲人有啲方面嘅危機，或者都擔心自己做唔到女朋友，有啲問題。冇喎，咁同埋即係都覺得事業是很重要的，大家都體諒都會諒解，咁所以又冇乜話特別好擔心呢方面會唔會點樣影響。咁可能因為另一半係同學，咁所以會比較諒解。Sorry。會唔會因為另一半係同學，咁所以會比較諒解啲你嘅想法？我覺得可能都有少少影響，即係可能知道我哋工作嘅模式係可能。要花好多時間，又或者可能類似可能譬如準備 concert 要特別花 extra 多嘅時間，咁所以可能就會大概知道個模式係點樣咯，即係會熟少少，咁就可能會就我明白多啲啦。我冇啊，因為我咁。因為我感情的事我都少會跟你分享的，就算問意見我都不會問的，因為最清楚的是自己，那我通常都是問自己和自己家人。會不會叫他人看錯？希望會，希望見到他，大家對不起。所以準備是怎樣？所以現在我們因為我們又會有個人的部分，又會有其他成員一起合作，咁而家暫時個人嘅部分都已經完咗，睇下唔該。咁但係即係都如火如荼咯，即係都準備得七七八八咁樣。咁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處理方法嘅，咁大家去
去繼續支持我，即係 focus 喺我自己嘅音樂事業上面，就已經係最好嘅support。多謝大家，因為很難得的，即大家會投票，即是身體能夠支持自己喜愛的東西，我覺得是一件很值得開心的事。但是我自己就 我個人來說，即是我個人來說，我當然希望 Mirror 可以集合大家的力量，但是我自己就沒有諗的，我覺得有很強都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即是衷心多謝支持我們的。咁疑似未必係真嘅。咁希望大家即係如果有機會投票嘅話，就投自己最中意嗰個啦。即係我而家其實對賽果咧就冇乜太大嘅慾望嘅，即係唔會話一定要做啲咩，一定要攞咩獎咧咁樣咯。即係今年其實自己嘅歌曲已經表達咗想表達嘅嘢，咁就得到大家 support 已經係變好有趣少少。你會擔心咧？你會擔心即係擔心你有第三者出現？哦，冇啊！第三者呢樣嘢係絕對係假嘅。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